我希望说他能跟佛到佛到天上去跟佛祖去学，不要再投胎转世。当初若可以的话，我会和他当成朋友。如果有下辈子，他生前跟我感情很要好，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五六年了，然后我遇到什么不如意都是他在听我诉苦啊。可是因为我没有照顾他，让他生病往生，我那时候很自责。他们这些骨灰也有主人呢，带回去放在他们家里，也有就是回归自然，就埋在土里面，哦，或者是跟海葬这样子。啊，最这个重视的，他们就是放在我们这个纳骨堂，他们每个礼拜天或者是假日、学时，他们都可以来这边看看他，跟他们的这个爱心的家庭的一份子，跟他们讲讲话这样子。因为我们基督教的本身不是很喜欢就是他们烧纸钱或是烧香拜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这一区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好。写字。